各位朋友们，早安，欢迎来到山顶。唔係子嚟，家下子嚟。哇！想過要來白地，現在終於有機會來到白地了。誒，不行，大家要穿了。所以，想弄一弄它，修一修它，然後才能回去。不然的话，等下回不到去了。我呢边都系咁明显喺嗰度咧。一排落咗，旧年落咗，之后上翻。他们的生意特别好。吃完了，但是这边都很多人在那边等着。啊，由于那个轮胎的关系呢，就没法子骑太远，只能骑带你来这边走走。Anthony 啊，这边走走，这边看看，慢慢的骑回去了，因为有点不安全了。So， 整家龙有什么呢？整家龙基本上出名的都是他的庙咯。顺着去啊，你可以看到现在去换收工，前面还有一个。巧遇巧遇巧遇 Andrew 那一班嘛。
好了，今天的 ride 差不多完毕了。一来我的轮胎出了一点状况，所以就把其他圆。二来这里有两个，只有他们今天才第一天，重新再骑过，因为管制令的关系，他们没有骑过脚车，所以今天算是第一次，所以不敢带他们骑太远啊，所以今天的 ride 可以说是圆满结束了。洗头婆没有流到汗，你看啊，没有流到汗呢。OK， 我们回到来了。好了，我们的 ride 到此为止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帮我们在下方按个 like， 还有 subscribe， 如果你们还没有 subscribe 的话。还有下一个，应该是我们的新产品介绍。记得收看。